很多人对贾静雯最初的印象就是《倚天屠龙记》中的赵敏，她的赵敏清新又透着刁蛮，深情却不失傲娇，十分招人喜欢。现在的贾静雯已经44岁了，但是岁月和生活并没有给她留下太多痕迹。即使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，但是她依旧明艳，如不谙世事的少女。转眼间，贾静雯已经是3个孩子的妈妈了，梧桐妹、布布、波波，完美的继承了妈妈的盛世美颜，黑黑的大眼睛格外惹人疼。日前贾静雯现身机场，已经44岁的女人还能梳这样的刘海，要不是颜值高根本无法撑起来。贾静雯抱着布布，保姆抱着波妞，母女三人都是高颜值，场面特别温馨。贾静雯一脸宠溺，一会儿看看布布，一会儿和波妞说话，当个妈真是不容易。网友说，这哪像刚生完孩子，更不像44岁，